湾，天佑台湾。灭顶行动重创顶薪，让魏家台湾失业转趋保守，但在大陆也没好过。中国经济降温冲击让康师傅股票重挫。根据富比士的调查，台湾五十大富豪榜魏家兄弟的资产损失超过928亿，衰退39%，让魏家兄弟的排名从第三掉到第五。顶薪魏家虽是不断，现在又被人爆料旗下豪宅顶和园当初的销售记录根本碰逢。20层的建筑，一层一户的设计，这是顶新豪宅指标顶和园。预售当时传出销售一空，只19户房屋，实际转移的户数仅仅3间，其余全在顶新手上，显示销售率不到20%。最主要还有一些是包含信用管制，针对豪宅的部分都一直没有解除，所以在这样整个政府的打压也好，或者说信用管制没有放宽，那在整个经济的不景气之下，所以在销售上确实会有遇到一些难度跟困难点。不止销售碰风，连顶和园开价也被质疑，当初每平高达250万，现在只剩200万。即使顶和园受阻，顶新持有的豪宅包含地堡在内加起来40户，市价超过100亿元，还是标准房地产大亨。三立新闻余承虎、吴凯中台北采访报道。